比赛已经开始了。拉杜针对他的防守做得很好，就是不让他转身或者射门。你们小心过门，跟上一次射失一样，如出一辙。他们有传球的时机，马斯佩奎塔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。这脚传球质量不错，这不能形成好机会。莱万，他遭到了侵犯啊！扑出锁掉，裁判亮牌了。换上了盘带技巧非常出色的球员，这样撕扯防线啊，往往能够给球队的进攻找到突破口。想要穿透防线，好球！他高高跃起，很出色的抢到了第一点，但是没能破门。刚才漂亮的带球突破促成了这次攻门，显然边路采用的站位防守是行不通的。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，否则比分早就改写了。维塔将球塞过去，传中。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啊！能起脚吗？球头直塞，莫内斯抬脚射门，成功了！终于给沉闷的比赛带来了一点生气。这球不射都对不起爸妈呀，必进的球啊！考虑到他的射门能力不错，应该是重点盯防对象，而我坐在这儿只看到了粗心和高昂的代价。
直塞球，一记低传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这脚射门比较离谱了，他在前门正前方，好说歹说这球应该进。是个球门球，又假了！精彩的比赛，双方都有可能获胜，比分差距很小，只有一球，不过已经足以分出胜负。虽然比赛一度看起来会0-0收场，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争胜，最后关头的进球是对他们努力的最好回报。现在我们即将进入尾声。那么非常感谢苗坤，谢谢，与您合作总是十分愉快。